小姐在阳台等您呢。好，谢谢。请进。这么晚了还不回去啊？亚楠，该回家了吧？我去睡了啊。亚楠。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再大的气儿也应该消消了吧？都这么长时间了，你才想起来接我呀？那再小的气儿也该大。我们都在生气，我们都需要时间。你走吧，我今天不回去。为什么呀？你求我一次，我就要回去吗？我也太没面子了吧！你要面子是吧？行，我给你面子。我连着求你三次行吗？不行，我要让你来三次，总共求我九次。亚楠，我们不要再过家家了行吗？现在军管会扫地又已经风言风语了，你再这么下去的话影响不好。你是怕影响不好才来求我的吧？你到底要怎么样？为什么要总要把别人想得这么不堪呢？乔主任，你要让我怎么想你？你到底要怎么样啊？我已经给足你面子了。乔乔，站在我对面的哪是我的丈夫呀，是一位大领导。乔主任，我不需要你求我，走吧。哎，乔主任，啊，要走啊？对，我先走了。怎么，他还不愿意跟你回去啊？哎，耍小孩子脾气呗。没事，过两天我再过来跟他好好谈谈。亚楠这孩子就是从小娇生惯养坏了，没关系，这几天我再好好劝劝他啊。没多大的矛盾，生几天气就应该回去了。哼，长这么大就是不懂事。你看，你可是我们临江城第一把手，是吧？总这么分着，影响也不好。你说是不是？是啊。那我先走了。哎，乔主任，你坐一会儿，我还有事跟您说。哎，请。
进来。乔准，有个情况我要跟您汇报。非这个时间说吗？马上就要开会了。是火山的消息到了。说。火山查到有一颗炸弹的埋藏点是在临江纺织厂。哎，他娘的啊，这特务真会选地方。嗯，那是工人最多最集中的地方，分部都有吗？火山说具体情况比较复杂，现在我们还不能拆除这个炸弹，他会继续努力，直到把全部炸弹埋藏点找到，同时呢一起排除。明明有炸弹却不能拆除，你让这些工人们一天到晚啊工作在这个炸药桶上吗？乔准，我倒是相信他的判断，只要敌人还没发现他，我觉得那些工人们应该还是安全的。反正啊，抓紧时间和火山同志取得联系啊，应该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这个炸弹危机啊。好，我会通知他。乔准，我还想跟您汇报一下顾小三的问题。他怎么了？他最近啊讲吃讲穿，生活作风问题非常严重，财政局那边的同志们反应都很大。有没有腐败方面的具体证据呢？暂时还没有，不过我去过他那里，问题啊确实很大。查一查，但是呢不要大张旗鼓啊。好，我明白。进来。乔主任，老秦，你先去忙吧，我跟老王同志呢简单交流几句。好，您忙。乔主任，这老秦是不是正在查顾小三？对啊，他有问题吗？能不查吗？乔主任，你不要听别人胡说八道，顾小三同志我了解，他这人啊就在吃上穿上比较讲究一点，绝对没有贪污腐化现象。怎么一提顾小三你那么关心啊？我这是对自己的同志鸣不平嘛。我问你，你跟顾小三有没有经济上的纠葛？哎，乔主任，看你说的，我绝对没有。最好没有。你告诉顾小三让他自律一点，不要跟老马丢人。好，坐吧。哎，我今天叫你来呢，是关于这个临江造船厂计划的事儿，看看吧。省里呢把这个批复下来了，直接寄到我这儿。经省有关部门详细研究论证，临江是不具备全国规模造船基地的建设条件，故省委省政府不支持临江造船厂建设计划，请临江军管会停止该计划一切投入和筹备工作。乔主任，这看见了吧？啊，经验主义，官僚作风。什么叫详尽的可行性报告啊？啊，这不瞎扯吗？这么长时间了，你看省里来过人吗？到咱们临江市来调查取证有吗？我也看出来了。哎呀，这领导啊，就是好干的啊，往这儿一坐啊，脑门一拍，这件事情不能做，我们就做不成。你说这是什么狗屁道理啊？哼。王先进啊，你财政局给我牵头，再起草一份临江造船厂的可行性报告，我亲自递到省里去。这个项目我一定要做成了。乔主任，乔主任，先进想说一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？哎，说说说。乔主任，我看就算了，算了啊。
我花了这么多心思，这么多精力，就白白的就这么算了，笑话。乔主任，您别激动好不好？我们是付出了很多的努力，可省里有省里的高度，它是全局考虑的呀。啊，从这个批复上的言辞明确的说了。重要的是啊，要把这个新宁江工程给我做大做强了。这样的话，整个临江啊，城市的面貌和格局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。省里不是说我们临江没有条件、没有规模吗？那好，那我们就做出个条件和规模，让他们看一看。哼，乔主任，还是您的眼光长远啊。不埋怨，不等待，没有条件，咱们创造条件也要上。先进同志啊，从今天开始啊，要把这个项目给我大大的推展起来，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好，乔主任，只要您扬鞭，我们一定马不停蹄。那还等什么呀？跑起来！好的，马不停蹄。唐玉康失踪已经很多天了，暂时没他的下落。屋子里我看过，有被搜索和搏斗过的痕迹。还有没有有用的资料？没了，我仔细检查过，没有留下任何有用的东西。这个庞玉康是我们这届同学里面最老成持重的，对党国的忠诚无人能比。如果他出事儿，除了死，没别的可能。这个庞玉康不在我们的人员名单里，他是不是担负着什么特殊的任务？对，他的任务非常特殊。林东最近在忙什么呢？林东有点神秘。他说是要跟叶天成沟通去策反乔梁，可是我没见他为这事儿做过什么。派人盯着他。我总觉得庞玉康的死跟林东有关系。是。我听说最近军管会在弄一个什么新临江建设工程，好像很热闹，很有钱赚的样子。摊子铺得很大。看来乔梁要大干一场了。这个叶天成绝对不会帮乔梁去实现什么社会主义，他最后的目的我觉得一定很有意思，没准对我们的胃口。你找时间去跟他谈谈，如果他愿意说呢最好，
如果他不愿意说，你就说我们保密局想在他的公司入股。怎么，我们也要做生意？哎呀，现在时代不同了，如果咱们自己都吃不饱，哪来的钱去策反共产党干部？有道理，我去跟老叶谈，这门生意我们做定了。同志们，滨江大厦这个项目啊，历经千辛万苦，今天终于有个结果了。哟，爸，怎么来这么早啊？啊？乔主任啊，我想给你提一个小小的建议，你看可以吗？您说，以后在军管会，你就别再称我是岳父了。哦，也好，这样工作起来比较方便，对吧？那以后呢，我就叫您叶老板了，这样更合适啊。我想先给你打听一点消息啊。一会儿开会啊。咱们临江大厦这个项目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？啊，来，坐下说。叶老板，我这么跟您说吧，啊，临江大厦这个项目呢，基本上没问题了，啊，到时候呢是这样，你呢还是做一个自我陈述，最后呢我发言啊。总之呢，临江大厦这个项目，我会全力推荐的。好，好，好，太好了！哎呀，临江大厦呀，一旦做起来，它不光是临江人民的大事，也是你乔主任一大政绩呀。哎，我更正你一个概念啊，叶老板，造福临江人民，这是最重要的啊。是是是，进来，乔主任。时间差不多了，都到了吧？好，那叶老板，请吧。有几个人啊，说要考虑考虑，但是大多数都没问题了。临江大厦这事儿一定会过半数的。哎，老王啊，你这样去左右大家的判断，不好吧？哎，为了临江的全局，我顾不了那么多了。临江大厦一旦建成，我们临江一定会更上一层楼的。谁他妈不敢出门？俺就能住这了，好辛苦啊！哎，阿良嘛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刚回来。你可真行，回来也不打个招呼，我好去接你啊！我就不去接你，我得去接嫂子还有孩子。有什么好接的？都是大活人。你整的还挺低调。哎，我听说这段时间临江变化很大，你小子成啊！等坐下，我慢慢跟你们说。就用我教你的办法，联系何自明，你只用告诉他把安山回来了。行了，我现在去趟老马家，去看看嫂子是不是已经醒过来了。没事，你别怕，你赶紧过去，我自己能行。真行，找我一个措手不及，回来也不打个电话。你们不都忙吗？马主任，哎，志涵，欢迎您回来，好久没见了，辛苦了啊。来，让我好好看看。怎么越看越别扭啊？你说你戴副眼镜，整得跟个文化人似的啊。我跟你讲，
以前在家的时候啊，看金的东西呢总不清楚，去了那边医生一查，远视，所以啊就整了这个东西给带上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东西带上以后啊，所有的人都觉得我是个文化人。哎，老板，给你个建议啊，你说呢，你在这个沈阳装装文化人，我看也还行，但是回到咱临江了，你还戴一眼镜装文化人，谁不认识你啊？马鞍山戴一眼镜回来了，不习惯。我告诉你，这个文化人我就装定了。行，装吧装吧。说正经的啊，怎么突然就回来了？学习学完了不回来干嘛？哎，你刚才不是说给我介绍介绍临江的发展情况吗？哦，现在呢正处在这个研讨阶段，不过今天你回来的正好。今天呢我们就是要对西流区的一个核心地段进行招标工作，你回来了。哎，老马，这样这个会议你来主持。哎，猴子，搬把板凳。不不，我不主持，我这刚回来什么都不懂，还是你主持。哎呦，那哪成啊，就当我没回来不就完了。行吧，这样老板，反正你坐在这儿，听到不同的意见你随时讲话，好不好？这个可以。哎，二位主任，我们开始吧。行，开始吧，走来。大家坐好了，我们现在开会。首先啊，我们欢迎马鞍山马主任回到临江。马主任，您先说两句吧。说两句，说两句。哎，行，先说两句。同志们，这段时间呀，着实想大家了。至于我在沈阳学习这段时间的一些心得呢，我想过几天呀，找个合适的机会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我就说这几句了。说完了。完了。那行吧，老徐，开始。马主任雷厉风行的作风还是一点没变啊。好，我们开会。今天会议的议题啊，就是讨论新临江建设计划西柳区核心地块的招标问题。我们先请叶天成先生、范汝恒先生还有潘世臣先生分别介绍一下他们带来的建设方案、项目评估和具体规划，然后呢再针对这三个方案大家投票表决。当然，如果大家对这三个方案不满意，现场可以提出新的方案，我们再做进一步的讨论。大家听明白了吧？好，那我们有请叶氏公司叶天成先生介绍一下他带来的方案。各位领导，各位同志，我叫叶天成，我今天带来的方案是在核心地块建立一个临江标志性的建筑——临江大厦。
你咋回来了？我看见老马，我就特别激动，就想回来看你们。你这小子当多大的官儿都是个孩子。毛毛，看谁来了？是你顾叔叔。顾叔叔啊，回来看你来了。淑芬，小三儿回来了。大娘，嫂子还没好啊？哎，沈阳的大医院的医生啊，也都给看过了，一样看不出毛病来。这孩子命苦啊，刚生下娃，自己都没看见，就摔过去了，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醒过来。大娘，嫂子一定会好的。我看看毛毛。毛毛，看看姑叔叔。真可爱。谢谢潘先生。三位老板的介绍都已经结束了，各位，现在是大家各抒己见的时候，有什么想法畅所欲言，赞成什么项目，反对什么项目，甚至还有更好的，大家尽管说。先进说两句。先进作为财政局局长，先进个人认为叶氏公司的临江大厦计划是利国利民的事情，如果这个工程完成的话，对临江会更上一层楼的，我举双手赞成。临江大厦的想法很大，计划呢也很全面，不过我个人更喜欢潘世臣公司所提出的临江丝绸市场的提案，这个提案实行起来困难没有那么大，建设效率会更高，并且很快就能投入使用。更为关键的是，这个方案更适合现在临江的实际需求。志海说的有他的道理，可我个人的态度还是看好临江大厦的方案，毕竟我们共产党政府是一个全新的政府，我们需要的城市是一个全新的城市，这个城市更需要我们开拓进取，创造新的开始，所以啊，地标性建筑的临江大厦我觉得更合适。长庚同志说得很好啊。啊，同志们，这是一个全新的时代，一切呢都得从头开始，那既然是从头开始，我们就不需要有任何的包袱负担，甚至是条条框框，旧传统、旧习惯、旧体制，甚至是旧思维，都应该彻底的打破，这样呢我们才能更好更快的去发展。我个人呢是比较同意临江大厦这个方案的，在现阶段像这样的工程是社会主义新临江建设的需要，它可以呢振奋我们整个城市的勇气和力量，所以说呀，这栋标志性的建筑不仅仅代表的是临江的高度啊，它更代表的是我们党和人民真正的实力。老马，表个态吧。我还没想好，我要不你们继续进行，我再想想。那也好，老秦，哎，进行下一项。好，大家既然没有意见了，我们开始表决。大家注意，每人只有一次表决的机会，请大家务必珍惜。首先，潘世臣公司提出的临江丝绸市场方案，同意的请举手。范汝恒公司临江综合运输基地方案，
同意的请举手。叶天成公司临江大厦方案，同意的请举手。不要表决了。这件事情啊，今天暂停表决吧。哎，爸爸，这表决刚进行一半，怎么能突然停下来呢？进行到哪里，该停止也得停止。不能再等了，我该说几句。我知道刚才我给大家停止了今天的表决，很多人肯定看着我是非常的别扭不顺眼，又在想我肯定又搞那一套军阀作风。但是我想跟大家说，今天还真不是。这段时间我在沈阳学习了很多很多东西，有一件重要的事，那就是尊重，尊重城市的自然发展规律，尊重城市人的生活习惯、感情还有心理。以前我这个农村来的土包子确实干了很多粗鲁的错事，但是这些错事不止我一个人在做吧，我相信在座的各位也比我马鞍山强不了多少。这些错事是全国解放区大部分进城的干部们所经历的阵痛，也是我们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过程中所经历的阵痛。毛主席说过，我们熟悉的东西快要闲起来了，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。是什么意思呢？是毛主席专门针对我们这些突然进了城、突然当了干部的土包子们说的贴心话。所以我马鞍山现在也在学习。学习什么呢？学习那些我们不熟悉的东西，但这些前提就是要尊重。我相信只要我愿意尊重，我们就能够了解城市、融入城市，能够成为合格的真正的管理者、领导者。同志们，我马鞍山能行，我相信你们也能行。不知老马，我插一句，我想尊重这两个词啊，在座的各位没有不熟悉的。问题是你谈了半天了啊，这么长时间你在这说来说去，我不知道你跟今天下午这个表决有什么关系。当然有了，关系大了去了。那行，你说临江大厦这个项目呢，确实很宏大，但可惜的是它太大了，大的完全超乎了这个工程的本身的实际意义，大的没有尊重临江发展的前景，
没法尊重临江人民在新的环境形势之中真正的需要。同志们，理解我的意思吗？我的意思就是，我们啊，可以谋求新的发展，也可以谋求新的突破，但问题在于，我们的想法和思路，是不是在为我们自己着想，是不是站在临江人民的角度上为他们着想？是完了，完了。哎呀，这马主任啊，从沈阳回来真是水平有所提高啊，哈，侃侃而谈。不是，我刚才记了一下，你大概就是说了两点吧，啊，尊重，不为人民着想。但你说来说去，我听着还是不同意这个项目嘛，对吧？你就直说就行了。但是我得问问你，那你能不能拿出你的具体意见？你告诉我们，对不对？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，什么是尊重人民的项目？什么项目呢？才是为人民服务？你说，这个我还没想好。我之所以暂停今天的这个表决，我就是想让我自己再做一次调研，就是真，简直是太滑稽了。各位，对不住啊，今天这个表决会呢，是没有办法再正常进行下去了。具体什么原因呢？你们都看。对不起啊，诸位，我确实太累了啊，不能否认。这个会呢，你们继续开下去吧。老先生，你迟到了。有尾巴，我甩掉尾巴才过来的。东西呢？交给老金的事儿，差不了。他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有，确切的说，顾小三已经算是保安局的特务之一了。跟他直接联系的人，就是何自敏。他和何自敏之间的情况，资料都有。我先走了。哎，爸，您还没走啊？乔主任，我要跟你聊两句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啊，你不是说好肯定没问题的吗？爸，您不是都看见了吗？这马鞍山他突然回来了，他把这个项目给停了，你说我能怎么办呀？可你现在是主持工作的头啊，他凭什么一回来就指手画脚的？这样吧，我到时候跟老马再交流交流，完了事儿以后再说。临江大厦这个项目，我们已经投入了几万块钱了。
上的纯真情怀，染成了满天飘落的尘埃。是谁在无尽的徘徊，迷失了，再也回不来。怀念京城的英雄风采，激情伴随信念的年代，回忆泯灭在茫茫沧海，灵魂留下来。终成永在。